在戏里面的角色里面叫我在里面叫娜米，她从小就非常喜欢跆拳道，是因为她看了就是李娜娜的比赛画面以后，就是想要学跆拳道，然后这就变成她之后的梦想。你不要小看我，她可以办得到，我也可以。为了今年的两校对抗赛，我们特地请来知名的跆拳国手担任我们的指导教练。那一场戏其实我是有点吓到，就是在道馆的戏，然后必须要跟那个黑客黑利眼这样子对，然后我要拿那个龟形靶给他踢，然后因为黑客他是手长脚长那个，所以他一踢我就要这样去挡，就那一场真的吓到。热血青春，周六晚间9点，就在公视13频道。